哈，小张今天来赶海了啊、哦！现在入秋了，天气越来越的冷，我都开始穿秋衣了。你们那边冷不冷啊？走吧，我们先下去赶海。哇、哦，这边这个淤泥，石块底下一只赤甲红。哇、哦，看，它怎么被陷到这里了吗？不大好方便。哎呀，哟，你看它夹子还想夹着我，好大呀这一只，收了啊、哦！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还不小。我们再往前面找一找，应该还能有。石块都翻开看看。就是淤泥啊，一定要注意啊，可别摔下去啊、哦！这样的话衣服就不好洗。哦，前面还有一只，这里也是一只，好大的一只。哦，这只怎么也不怎么动啊？天气冷了吗？冻着了。这里啊。有什么东西啊？老天，这个洪水谁敢摸呀？哎呦，这是什么？有东西，有东西！哎，在这底下，我的妈呀！哦，看到大钳子了没有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害怕！哎呀，哎呀！一鼓作气啊！不是快搬起来弄吗？哦，搬不起来我，夹不好几下了你。哎，娃娃也是他小腿，我抓住他了。哇！我不管，大哥你上吧。他欺负我。哇、哦，皮掉了，皮都掉了，剧痛无比啊！我的天啊，要是叫别的小姑娘肯定就哭了，这都紫了。老天爷呀，你太狠了！我勒个去，大哥来快，快，收它，十块，别压住它哦，感觉挺大的这一只，哇、哦，就在这底下，小心。也还是水红啊，不是你搬不搬石块的事啊，这问题是水红你看不见，要带个大钳子就好了。你看，就这一只，气死我了，快擒住它。哇、哦、好大、啊、这只，它又上那边去了。快快快，弄出来！哇、哦，钳子好大，大吗？这一只，快放起来！啊，它大钳子太凶了，看我这个手，这块皮肉都掉了，被那个螃蟹夹的，真的要疼死了。哦，戴上手套啊，咱们继续找，不能因为这点小挫折啊就放弃了，咱们今天还得收两个大货呢。走！哇、哦，下面一只好大的八爪鱼啊，看这个豹子就算是大的了，出来！这个八爪鱼还可以，不怎么咬我。螃蟹的话，那大钳子太猛了，经常被它咬流血。八爪鱼可以啊、哦，哇、哦，收了啊，来吧。哇、哦，下面那海葵好漂亮，看，肉嘟嘟的，都是海葵。这一些啊、哦，哦，这边还有一只八爪鱼，快来，这一只啊、哦，在这里。咦，发现我了，还想逃走？哦，这一只，哇、哦。深海巨物，碰水了，收！哇，好漂亮，开花了！哇、哦，这边这个石缝这底下也有一只八爪鱼，哇，今天八爪鱼也不错。哦，这一只稍微小一点也可以啊，个头还可以了，看，活跃性特别好，收了啊！来吧，今天收获还是可以的，都是大货。看这下面，哦，这是个海参啊，我好久没捡到海参了，系在这个岩石上面，我把它拿下来。哦，那小腿。这个刺身哦，长得好可，太可爱了，长得很漂亮哎，看上面这个刺儿，很美观哦，好可爱，小胖身，嘿嘿，这是可以哦，咱们收了收了，海参八爪鱼，看，走了，今天的海水特别的清哎，看那些石块底下，对，
螃蟹啊，鲍鱼啊。哦，那边，看看看，躲在这个墙角上。嘿，一只小豹头，收，看毛红啊。往前再找一找，哎妈呀，哎妈呀，哦，太滑溜了这个石块。调皮呀、啊，收了啊！继续扒开石块，一只小，哟，这只小的，活跃的小皮甲虫，还没长大，太可爱了，它能跑了，那、啊、这只不要了啊！哦，这边一只八爪鱼游出来了，看看看，在这，它可能阎王的大海急等了要走，但是它偏偏过不去，虽然它长得。八只脚也无可奈何，那看看大海，啊，大海没什么好的，跟我回家吧。哦，今天八爪鱼可真多，这里又一只，它就喜欢蜷在这些脚处啊。看，呦，这只收，就是这么过瘾。这些石块底下。好好的再找一下，哎呀，这里没有哎，这块没有，大石块，嘿，我的妈，好重啊，挑战一下。哦，我的妈呀，幸亏搬开了。八爪鱼躲在这底下，我看可不可以。平常饭不是白吃的，收了。下面还有好多的螺，辣螺。这一窝，那咱不要了。哦，再继续跟我去找找八爪鱼。前面发现一只梭子蟹，看，窝在这里的。哎，它怎么不动了？卡住了。嘿，出来！哎呦，我的妈！石斑呀，就搁浅在这里。哦，游了游了，活的，我还以为它不动了，是个死的。在这样的地方吗？哎，别，不能让游走了，这水浅的地方。啊，这是个老虎斑，你看，哦，太有活力了，都受伤了，你还那么凶干什么？我的妈呀！好生猛！哇，收了收了，打点水吧，这里的水有点浑了，换一点吧，不然它就死掉了。走，我们再往前面找一找，看能收获什么。这边有一只啥？有一只死的螃蟹，这只是死掉了，空壳。哇，下面那个水沟里面一条鳗鱼啊！它的鱼尾巴好漂亮，你看一直在游。来来来。这个地方肯定是小意思了啊，水到擒来。哎，真的好听话，这条鳗鱼直接拿起来了，可能在这里没办法游了。哦，妈呀，两条鱼，淡定一点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垃圾带出去。啊，可以啊，这些地方有没有了？这是一个大水坑，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哎，有没有人？
这里没有东西，没有动静。上面一个红红的，好像是个扇贝。看，哦，几道扇贝了，好漂亮吧？你看，嘴巴会一张一合的这种扇贝，港湾贝啊。刚刚那下面好像还有一个动了一下的，但是现在这个潮水啊，有点不大稳定，有点找不到了。这里这个是紫红色的，这个也很漂亮啊，收了。看，这就是扇贝的那个大摇指，又有。这边还有扇贝，这边鲜活的可爱的小扇贝，张嘴，真听话啊，这一只。看它这么多的眼睛，蓝色的，很漂亮。扇贝感觉很漂亮啊，这里有一只，哎，拿出来。前面还有，大家看多了又嫌我太啰嗦了。哇，这个壳真的是太漂亮了，这个扇贝壳看到没有，收了。哦，看这个前面的张的嘴，它的嘴张的好大呀，它会咬我吗？来手欠啊，就是试一试。哟哟哟，哎哎哟嘿，你不怕痒痒？太可爱了，这个小扇贝。这有点小，咱不要了，给它放大海里面，丢里面去。这个大了，那个张的嘴，哎呀，伸进去拿一下。看这个，好漂亮的，这个个头可以收住。这只也可以哦，沉哎，沉甸甸的，应该挺肥的。看这个底下应该也是一个扇贝。呦呦呦呦，闭着嘴，呦呦呦呦。哎呦，这边这个缝隙当中窝着一只八爪鱼，嘿，八爪鱼收了也不错啊，带出去。这边又一只八爪鱼，在这边这个石缝当中的，嘿嘿嘿，出来吧，又一只啊，个头也是不小的，收了，哈哈。这水缝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？你看这里在冒什么？有东西吗？哦，螃蟹，我的天啊，这没被夹到就不错了。上哪去了？水红了。哦，看看看，哎呦我天，说这是一只，收。看，过来，这个水坑里面有一只小河豚，哎，上几天捡到了一只放了，这只还大。咦，要游了，要游了，游一圈吧。好可爱，你还来找我？不会是我之前放的那只吧？这只会生气吗？啊？这只会不会生气啊？鼓起来，哎。呦呦呦，这个是气，生气了，它怎么还会发出声音啊？这一只，呦呦呦呦呦呦呦，怎么了？这只还有点害怕它。哦，这只好活跃啊！你在这里很快水干掉，还是会死掉。这旁边就是大海，我给你放走就啊，给你放走。呦呦呦，快走，放走。这个东西有剧毒，反正老人会吃吧，会打理。我是不会吃，感觉我吃就会被毒死。我也不喜欢吃这个东西。嗯，老人也不行。是吗？之前。有，游走吧，游走吧，回大海吧。又游反了啊，站那边。而且这东西会咬人，咬人可疼了。走吧。它这很漂亮。拜拜。哇，看，这边有新发现，这是一只八爪鱼跟一只螃蟹，怎么中间还隔一个小隔板呀？这是分居的吗？嗯，先把你拿走啊，八爪鱼。你们俩是好朋友吗？还是夫妻俩啊？这个哎，螃蟹不动哎，嘿，你怎么不动哎？要跑？哦，哎，天啊，吓死我了！差点夹着我，反应真迟钝。走，哟，过来这边的石缝当中一只梭子蟹，嘿，这只，哦，这只还比较不知道反抗啊，这只收了。这个石缝底下有一只猫眼螺，哇，好大啊！看这个大肉。往前在动的啊，很明显它在往前爬着。哎呀，还有抓沙呀！哇、哦，这个大肉太爽了，刺水吧，来一波！哇，这个不错啊，进去一包沙，回家吃又费事了，回家煮着吃。收哦，看这只八爪鱼在这个水草当中一直在蠕动着，你这小腿在这里干嘛？呦，腿还挺粗呀，出来，看这在这里打洞的啊，这边还有只小螃蟹，可能是来找它玩耍，吓跑了。哈哈，说你啊，那个小螃蟹还没长大，咱不要了，收了。
这个石块下面有动静。哦，是一只梭子蟹。这个石块地，哦，在这。嘿嘿嘿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一条小鱼，小梭子蟹。看这只梭子蟹，别看它个头不是那么大哦，但是这种可肥可肥了。这个季节吃梭子蟹是最好的时候了。收喽，继续搬石块。哇，这个石块还有点大，看有没有货，有没有货？哇哇，两只八爪鱼啊！哇，看这个石块底下发财了，章鱼窝。这只还想逃走，都别想走啊！全部收走，一个都逃不了。哇，看怎么样？收了。看过来，看这边一只猫眼螺，也是在钻沙子。这里的沙这么粗，可能猫眼螺钻起来有点费力，很吃力，是不是？胖胖的，好可爱哦！来吧，捏水，哈，太过瘾了，好几天没捡到猫眼螺了。收了啊！看，哦，这只猫眼螺翘起来了。哎呀，又一只。今天猫眼螺都好大呀，看这个肉，捏，好软绵绵啊！这个皮肤比较松弛，那水一下子就捏完了，不错。这个石块底下啊，爬进去一只，要进去了，快看，是不是？它很快就要钻进去了。哇，这只猫眼螺，嘿，哇，今天的猫眼螺都好肥啊，活跃性也特别的好。哎呀，捏出去了，收了啊。哎呦，看这边这只猫眼螺已经完全要爬进去了也。哎呦，这前面是一个石头，可能遇到困难了，被堵住了，停止不前了，哈哈，又落我的手里了。不错，这一只，哈，哎，不出水呀。哎呀，这个肉捏起来特别的爽，哈哈。收了啊。哇，我看到前面这个水坑里面有一条鱼，头上还有一个红宝石，哎。哎呀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在这里，哇，是受伤了，它一个刺掉了。呦呦呦，我看什么鱼？哎，别在那，哇，好有力！哎，每次抓鱼就是我的。哎呀，一个太难痛点啊！哦，可以抓出来了。哦，看它身上这个刺儿，这是个包公呀，身上受伤了，快收了吧，不能再看了。它那个大眼睛，看时间长，它又给我跑了，受伤了。难怪很好抓，可以啊，收了，我再去找一找。这边，这又一只猫眼螺。哎呦，这已经爬到石头上面了，这个地方它钻不进去呀。哎呀，嘿，这只也好大，不捏你了，来放桶里面。哦，这只又爬出来了，这种肉，看，活跃性特别好。再去找一找。这梭子蟹，哦，大钳子很凶啊！出来，我都天天被螃蟹夹都习惯了，我都不怕你了，给我出来！这只还不小的样子，别夹我，别夹我，好吗？哦呦，出来！哦，好凶这一只啊，可以磕头。手中这是什么？痞老板哎。这是个啥？这种小东西其实我特别害怕。快丢了吧，跟个痞老板似的。快拿走！呀！妈呀！不要那个东西。哎，看一下，有一只大石斑鱼，上来就要抓它。你们都说我用桶抓鱼，尝试一下，因为这东西游得太快了。这里游进来了。哎呦，妈呀！跑了。水太深了，水一旦深了，这个鱼就不好抓。我就用桶试试。哎，掉头太快了。哎，看我夹这边好抓哦，上来了，它这边就好抓了。哇塞，用手夹住它。稍安勿躁，冷静一点。哇，看这个大石斑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看怎么样？上来就是后一条大石斑鱼，把它放到桶里面，不错，哈哈，又发财了啊！这一条得100多块钱呢。走，我们去那边下面看一看，看石块下面有没有螃蟹啊，或者八爪鱼什么的。走，下来，
发现这边石块下卧着一只八爪鱼，看这种小抱头一口一个的那种啊，连头带腿。嘿，说了你小可爱，其实有点小，要不一会儿放了吧，先放桶里面带着它。哇，这下面这只八爪鱼大，看在这个石块底下的被我发现了，它一直在往外爬，它可能想出来透透气吧，今天阴天，感觉一会儿要下雨的感觉。哇，这一只看怎么样，特别的漂亮吧，爪也特别的长，收了。这下面是一只梭子蟹卧在这边的，我用手，哎，你出来呀，你是不是被卡住了不方便，出来出来。哇，这只不错呀，个头可以哦，是只母的，收了你。这底下哦，水坑里面好多小鱼都在乱窜，哇，它们会慢慢的长大，很快就都是我的了。多说多看，哇，这下面，大家看一下，哈哈哈，八爪鱼，又是一只八哥，怎么样？大粗腿这一只，收了。这里八爪鱼，哇，今天货好多呀，是不是要下雨了，海鲜都跑出来，哎呀，感觉好久没有下雨了。又一只八爪鱼，收了它。哎嘿，哇，这个东西就跟探险一样，猎奇啊，就是找到东西会很兴奋。哎呀，这，我发现这边有只大钳子在这里。哎，就是一个钳子吗？怎么没有动静啊？搬起来看看。哇，一只梭子蟹，它怎么不动啊？是活的吗？哇，你压晕了吗？你躲在下面睡着了？这只是只公的啊，反应好慢。收了，开始抓我了。看，这边就是一个海螺，而且看起来很大的样子。哇，有肉的，你看好肥呀，这一只，这是它的肉，还往回缩了。哇，这大海螺不错，挺大的，收了。嘿，搬石块小能手啊。哈，哇，这边两个石块中间又一只海螺。哇，这只好漂亮，它那个壳好精致，拿出来看一下。嘿，哎呀，卡住了，这只也是活的，它这个肉啊都跑出来，你看一弄它就缩进去了。啊，这只稍微小一点，不过它的壳特别的漂亮，看这个鳞角，收了它。看这只小八爪鱼啊，拿起来看看还是有点小，本来呢我想收留它回家把它吃了，但是它太小了，不大忍心。我们赶海呢，就是这种小的一定要放生啊，这样呢方便以后能抓到更多更大的。走，一起放了它。这边海水比较高，然后我把小八爪鱼放到水里面游走吧，不要欺负在岩石上会被带走的。你看它太懒了，它又不走了。来，往里面丢一丢啊，进去吧。你看它游走了。我们现在从底下搬搬石块，看看今天能有收获什么啊。小螃蟹这种太小了，咱就不收了。前面那个石块搬搬看，感觉这下面有货呀，看这个水是浑的，应该有动静。哦，看这是个花盖，个头还不小的，这只看这个大钳子啊，挺肥的，收了。哇，过来看到这边一只好大的八爪鱼啊，它这个腿太粗了吧。哇，这个头也特别的大，把它拽起来，哇，好看。哎呀，吸得特别的紧。哎，哇，吐水了。哦，这只太大了，很过瘾啊，大爆头。哇，开花了，这只感觉都要赶上我的脸大了，是不是？
我这下面还有一个货，这在下面，它下面藏了一个宝贝吗？看，我还以为是石头呢，一个鲍鱼哎，现在这下面呢。哎哎，哇，鲍鱼还可以哦，看，收了啊，是不是他养的小情人？来，放到一块儿。这下面是一个黄色的大铁片吗？这是个塑料啊，是个凳子。这个咱们放一边，一会儿带出去啊，那个是海洋污染。看这石块下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啊？石块太大了，我有点搬不动了，咱们尝试一下吧。哇，太重了，加油啊！嗨，这个石头就倚在这上面，有点弄不动了。不过我收到下面有东西啊，这边有一只八爪鱼的腿啊，在这边，我已经摸到它的脑袋了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下面果然是有货的，可能是被我搬从这边有啊、哦、移过来了，呦呦呦，哇、哦，看到了没有？还不小啊，这只。出来出来出来，这种腿会拽断掉。出来，它头太大被卡住了，卡在石缝当中。哇、哦，看看看，出来了，变色了这只八爪鱼。啊，有点火了，这是，哇，好不容易拽出来，不过它的腿还是很完好的，没有被我拽断了。哇，身上有点点撕裂了，我有点刚刚太用力了，怕它躲进去啊。还可以啊，这只也收了，放桶里面。下面有只赤甲红，我过来它就举起它的大钳子，哇，这只战斗力很强啊，我得从后面。过来过来过来，就被夹到手，哥戴着手套也没有用。手都会破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还想夹我，收了收了，放桶里面。前面我们再继续搬搬石块啊，看能收获些啥。今天石块下面都是大货，你看到没有？都是有货的。哇，我看到前面有条鱼，长鱼。头在这里，我要把它拿住。可能是搁浅在这个水坑里面的。哇，从它后面慢一点啊！哇，这个东西咬人特别的疼。哦，哇，它的尾巴会甩人。哟、哦，看看看看看，这个攻击性特别强啊！哇，它往上跳哎。哇，这里的水比较浅，还是比较好拿的。哦呀，它一直在挣扎。哇、哦，看看看，我的妈呀，上来上来了，上来，我直接把它丢桶里面就可以了。哇、哦，看这个身上金金灰啊，发着闪闪的金光，你看到没有？看看看，慢一点啊，这个东西，慢慢的把它往里拿。哇、哦，快快快进去，打点水。哇，就怕被它咬到，它这个东西牙齿特别的尖，一条海鳗，好大呀，这得捉出一大盘了，看，特别有活跃性啊、哦！哎，走，我们再继续往前面找一找，看，哇、哦，这个水坑底下卧着一只螃蟹，哇、哦，这是八爪鱼，说错了，光想抓螃蟹去了，看，哇、哦，这个竟然八爪鱼，看是个公的还是母的呀？这个我也看不出来公母，哦，它头上怎么了？长那个白斑，可能。岁数大了得了白癜风啊、哦！看看它往下逃，哎，别走！这只个头也不错啊，咱们收了放桶里面。这几只头都比较大啊。呀，我看到这底下有一只颜色比较粉红色的一只螃蟹哦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好凶啊，这只小工具。哎，哎，拿出来看看颜色啊。哎，它水里面是有点泛粉红色的，颜色挺漂亮的。哈哈，收了。看这旁边也不对劲啊，这是啥呀？这也是一个鲍鱼哎，我拿出来给看看，吸的这个很紧。哟，这个鲍鱼也不错，今天收到了两个鲍鱼，不过这个壳不是很好看，这回家做个蒜蓉的可以吃啊，收。哎，上面好小螺也特别的多，秋天了螺特别多，这像是一个海葵，看，哎，躲进去了，缩进去了，长在石头上也抠不下来。不要了这个，我们再继续搬搬石块。呀，看上面都是螺呀，这一螺还没长大，给它再长一长，回家做个下酒菜也可以。呀，这边一只八爪鱼，你看在这里吸水的，看看看，哇，看它这个吸盘呀，哇，你们知道八爪鱼这个腿上有多少个吸盘吗？你看，哦，好大这一只，收了啊！哇、哦，一直在吐水，上货、哦。这边这个缝隙里面，一只八爪鱼一直在往，你看，哦，它想可能想钻到这个石缝里面，出来。石缝里面有啥呀？
哇，石缝底下也有一只八爪鱼，天啊，我说它怎么一直想过来，哇，一下吃过了，这也太过瘾了吧，一箭双雕啊，看，哇，这个八爪鱼还吸了这么多的石块，两只全湿了，太过瘾了，这一次放到桶里面，看三只大包头，看它下面一只螃蟹啊，天啊，它已经张开怀抱了，这一只，哦，它这个钳子怎么前面那个尖掉了，它是不是在这里跟人打架了，哎，你出来哈！哎呦，可别被它钳到，一钳到真的是钳怕了。这只是花蛤哦，哦，又开始夹我了，快快快，收了它，下来，我们再继续找一找，慢慢这些石块。哇，这边是一只赤甲红。哇，开始了，把钳子举起来了，后面开始，哎，翻起来了。手都指甲都麻了，那一下拿小石头压住它，这种小东西特别的凶，真的，你们不相信自己来体验一下啊、哦！这夹的过瘾，真的是还挺爽，收到它、啊、十字架可红了，我看看，红了，但是还可以，这次没有破，上次的手都破了，硬夹我一下啊、哦，我会记着的。有一对好像是鲍鱼，哎，这个壳好漂亮，绿色的，跟绿宝石似的，吸得很紧。下来，从这边抠，这个东西吸附力可强了。下来了，哦，看这个肉，大补啊。这个也是，抠下来，哇，抠鲍鱼也挺爽的，最起码它不夹我。一对啊，收。我走过来发现，这边一只八爪鱼好大，看，好久没抓到这么大的了。看这个大头，哇塞，它这个。爪，这是罗志祥，八爪鱼成精了，是不是？看这个，哦，它这个吸盘，它这个触角，不能用力的去拉扯它。如果八爪鱼受到很用力的拉扯，它很快就会死掉啊。这只大吧，是不是？过瘾，收了，放到桶里面。哎，这前面，这好像也是鲍鱼。哎，这个不是，哎，这个不是，哎，这个是，看，这个是鲍鱼。抠出来都吸得好紧，哦，这个也可以哦，收了，特别的漂亮，这个壳，回家这个壳也可以做工艺品的，收起来。哇、哦，这下面是一个海参吗？它这个刺儿好长啊，你看，哇，好大，哇，这个这种野生的刺身啊，特别有营养，这回家给孩子煲个汤。它这个下面那个小吸盘吸得特别的紧，我得慢慢把它抠出来。看它这个刺儿长得特别的漂亮。这个应该会比较值钱啊，但是我这个好不容易才能捡到一个，我可不会拿去卖。这个的话呢，我就直接给孩子做个营养品，煲个汤，特别的不错。它这个东西离水以后啊，它这个刺就会变软，看到了没有？哇，这个收了，这个才是值钱的，比这些都要贵。收起来。我在这水坑里面发现一条鱼，大眼睛啊，跟我来看一下，这个是黑头啊，看着它身上那个纹路特别的漂亮，哟。还挺好抓的，个头算也还可以了。这种鱼可以啊，这是要带走吗？回家给孩子做个鱼头豆腐汤。这个黑头啊，多出来那个汤是奶白奶白的，这个特别的下奶。听他们说，把它带走吧，拿点水养着，不知道回家还能不能活。活跃性还可以，可能在这里时间长有点缺氧了，这里的水比较浅，带着吧。那就，哦，这边摸到一条鱼。好粗啊！哦，裤子湿了。哦，这是个鳗鱼吧？哦，好滑溜，让它跑了，钻石缝里面去了，找不到了。哦，这下面水太深了，它在这石缝之间。在这，鱼这边来了。哇、哦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！它挣脱挣扎，哎，不行，它，哇，太有劲了，哎，得拿桶，得拿桶，哎，哇，它说这上哪去了？这，路边都卖不动了，
我他又说哪去了？在这边，在这边，他是在这边。哎呦，我的妈！我抓到他的头，怕他咬我。哎呀，我去哪去了？这太费劲了，这抓鱼难度真的很大，大家不要老是说我抓不到。我的妈呀！上哪了嘛？他就在石头里面，就在鱼区呢，我根本就摸不到。他这个后面还有一条人，上哪了？鱼走了。在哪儿？我拿桶。刚才尾巴从这边转过来了。在这儿。哎，我这一下午光抓你了。进来。哇，好大的一条海鳗。哇，看怎么样？手臂上都被划了。一道一道的，可疼了。石头上都有这个岩石，都有那个海蛎子壳。哇，可以可以啊、哦，走，再去找找别的。哇、哦，过来看到这边底下一只八爪鱼，看，在这里。哟，这是大八爪吗？拿出来看一下。哇，腿好长。这只还不错啊、哦，腿挺粗的，可以啊。秋天了啊，八爪越来越肥，放到桶里面。哦，这边好像也有一只。这腿一直在动，哦呦，这个水有点红，哎呦，喝了一口水，是哪去了？哦，在这，在这，啊，哇，直接吸我手上了，吓我一跳。可以，这一只，哦，看这个活跃性，特别棒啊，看张牙舞爪的。我们再找一找，我看这下面好像也是一只八爪鱼，这只个头稍微小一点，哎呦，还可以哦。这一只也不错，哇，太棒了！今天八爪鱼收获了不少，还是抓八爪鱼比较轻松，而且又是我最爱吃的，收了。你过来，大家仔细看啊、哦，你看看这是个什么？能看出来这个东西的形状吗？看到了没有？是我的好朋友，八爪鱼。哦，八哥，这只好大吧？哟，我的妈呀！哦，哇，太猛了这一只，哇，太猛了这一只，又大又过瘾。不错啊，可能是最大的一只了。怎么样，活跃性是不是特别的棒？是吧，一照到八爪鱼我就开心。哎，看着下面好像是有那种毛蛤蜊，这个小毛蛤，收了吧。哎，走过来前面还有呢，在这里。这毛蛤蜊不算小呀，这种回家直接煮着吃。毛蚶啊，也叫毛蚶，那边好几个，都给它收了吧，个头都还可以的，鲜活的。嘿，这一个，看，在这里刷里头，洗干净带着。这边还有一个呢，看，不错哈，都带着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哎，在这里。哇、哦，你真会躲，还是被我发现了，收了。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。哇，刚刚抓这个鳗鱼在那个礁石的地方，手臂都被划破了，你看这一道一道的。特别的疼，然后又沾上那个海水，就感觉钻到肉里面的那种疼啊！回家的话还得结痂，赶海也是挺不容易的啊。那我就先回家了，为了吃是要付。